级汽车。哈哈怪的攻击。哈哈，我是来自痒痒星球的哈哈怪，我最喜欢哈哈哈。这是我们痒痒星球的秘密武器——痒痒粉，只要碰到它，每个人都会笑哈哈，哈哈哈哈！来吧，这就让你们见识一下痒痒粉的厉害，哈哈哈！都给我痒起来吧，哈哈哈哈！好痒呀，我的腿好痒，我的手好痒，我的全身都痒。大家都怎么了？好奇怪呀。小丽，皮皮，你怎么啦？哎呀，快帮我挠挠，好痒啊。皮皮，你这样动来动去，我挠不到，我控制不住。没错，只要中了我的痒痒粉，都会痒得控制不了自己。哈哈哈！你怎么不痒？救命！居然还有人没中我的痒痒粉，嘿嘿，别想逃。整个小镇都是我哈哈怪的了，哈哈哈哈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到处都有警报？我宣布，贝勒小镇以后就改名叫哈哈小镇了。可恶！你做梦！我们要把他赶出贝勒小镇。召唤超级汽车！超雷达警车，飞天救护车。超级汽车出动！哈哈哈哈！我是哈哈怪，发射炮弹让你遭殃，手臂痒痒，脖子痒痒，哈哈大笑让你疯狂。来抓捕，保护大家交给我吧。biu biu biu biu， 瞄准目标，全速追击，追逐鞭炮。怎么不见了？找呀找呀找一找，哈哈怪你躲在哪？藏呀藏呀藏起来，躲在街角你找不到。好痒好痒好好笑。雷达雷达快启动，哈哈怪你别想跑，追呀追呀向前冲，第五第五找到了。耶，成功！超级汽车最强升级，气球满天飞。
卖气球了，卖气球了，卖气球了！哇，好漂亮的气球，我想要买一个。你想要哪一个呢？哇，这个红色的我喜欢。那给你。我又觉得绿色的好像更不错。好吧。我好像更喜欢粉色的。哎呦，我先去上个厕所。来，气球给你，你自己慢慢选。哎呦，哇，要哪个好呢？我得好好选一选。哎呀，怎么飞上天了？阿布，小心！救命啊！皮皮，阿布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。你们没事，我的气球有事。别担心，猴子老板。我们能帮你把气球都拿回来。召唤超级汽车。跳跳出租车，飞天救护车，超级汽车出动！天哪，这么多！没关系，对我来说小意思。哦，那就比一比，看谁能找到更多的气球。来吧！大大车轮弹啊弹，出租车呀跳得高，满天气球飘呀。一个两个抓住了，气球挂在树上，看我跳得更高，风儿吹来气球飞，越飞越高，抓不到。哎，好生气呀！换我来，张开翅膀飞呀飞，救护车呀飞得高，满天气球飘全部都能抓到，气球飞上云端，我能把它找到，风儿吹来气球跑，左边右边到处飞。气球太不听话了，看来我们需要合作。你说的没错，摩天轮上有气球，出租车呀气球在哪里？在这里。气球飞到湖面上，气球飞到大头上，气球飞到街道上，一二三四全找到，啦啦啦啦啦全找到。猴子老板，还给你。多亏了超级汽车，气球都找回来了。太感谢你们了。大家要抓紧，别让气球再飞了。超级汽车最强升级，守护朋友。哦，我的巡逻工作开始了。美食车亚米又在做什么好吃的？哦，是甜甜圈。亚米做的甜甜圈最好吃了。
我好喜欢亚米啊。嗯，亚米真是个不错的美食家。完成，酷宝太棒了。哟，不愧是最棒的工程师哦。一切都很美好。我觉得一点都不美好。你们汽车不应该说话，也不应该是我们的朋友，你们只是工具。哈哈，看我的无敌铁皮车，让我天才麦特博士来统治你们吧。出发。别走下甜甜圈了。你是谁？不许动。雷克警长，你实在是太吵了。不过我有办法让你安静下来。可恶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需要帮助。小镇上出现了奇怪的铁皮车，被他击中的汽车都失去了意识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情况紧急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汽车要出发，出发，出发！不怕任何的危险，不怕，不怕！守护城市安全，拯救我的朋友，请相信我们！无敌大炮准备好，朝着目标的方向，炮弹，炮弹发射，砰砰砰砰攻击，全部被抵挡。我的水炮弹对他没有作用。不好，他来了！我来吸引他的注意，你们去救人。丢丢闪灯光，警车加速向前跑，左边右边转弯，躲避你的攻击。哎呀，打不倒！我来拯救朋友们，快点快点醒一醒，大家保持冷静。不是工具，我们有生命。发生了什么？能量升级！你们一个都别想逃！这下可怎么办？高迪，攻击他的激光炮！加油加油，我变得更强大，快速瞄准，朝目标发射。你的武器被击中，失去了力量。超级汽车在运行，守护了正义。超级汽车在运行，让世界更美好。危险的兔子车。
兔子车干得好，不愧是我最伟大的发明。去把城市搅乱，让他们看看我有多厉害！哈哈哈哈！雷克警长，站住，不许跑！我命令你马上停下！你严重扰乱交通秩序！讨厌的超级汽车又要坏我好事！哼，想得美！试试这个！什么？怎么变多了？糟了，这下怎么办啊？呼叫指挥中心！是雷克警长，请问你需要支援吗？街上出现了许多兔子车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哈哈，兔子车搞破坏，快快把它抓起来！后进车迷你屋，一张大网抓住你！抓到了！兔子车一二三，跳上跳下满街跑，消防车最无敌，打打水炮砰砰砰！打中了！受伤了。完成救护。你们别得意，兔子车接着变。兔子车又变多了，大家加快速度。别管，看我的。兔子车真奇怪，长长耳朵跑得快。无人机空中飞，发现目标追追追。加油！兔子车鬼子侠。从不见了，救护车飞得高，轻轻松松全找到。兔子车数量多，跑来跑去还长过，这边追那边追，一起追击来包围，绝不搞定，合作愉快。讨厌的超级汽车，我还有更厉害的发明，你们等着！森林营救行动。好香啊！我宣布，嘟嘟车森林野餐派对。现在开始！我着火了！好了，火灭了。什么声音？任何危险都不怕，无畏的消防车高迪来了。我刚才听到有人喊着火，还闻到了烟味。别担心高迪，麻烦已经被我解决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可是快走吧快走吧。
好吧。不好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高迪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森林发生火灾，我需要超级汽车的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飞天救护车，安琪。装甲消防车，高迪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大火，大火，大火正在燃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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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森林危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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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快救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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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速向前，拉响警报，开雷达来寻找，第五，第五，灭火灭火，大水泡砰砰砰，哇，同志们到底在哪？我好像看到他们了。哦，救命啊！哦，救命啊！哦，救命啊！别害怕，我们来啦！这是怎么回事？都怪麦嘟嘟，他想吃烧烤。你们也吃了。哎，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，快跟我们出去。浓烟，浓烟，浓烟，到处蔓延。迷路，迷路，迷路，失去方向。大树，大树，大树，不断倒下。救援，救援，救援，需要救援。张开翅膀。身旁，我来帮忙。开启雷达，找到正确方向，我来带路。抬起水泡，一边走一边喷，大火灭了。都安全了，都安全了，都安全了，我们得救。对不起，给你们惹了这么多麻烦。幸好及时控制了火势，没有造成很大的损失。以后绝对不可以玩火了。嗯，我们知道了，对不起。小心喷火车。大家好，我是消防车高迪。哇！现在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是怎么灭火的，看好喽。哇，好酷啊！遇到火灾，记得拨打火警电话来找我哦。消防车高迪好厉害呀！刚刚那点小火对他来说不算什么。是呀，就算是一辆着火的汽车，他也能轻松搞定。着火的汽车是那样的吗？小家伙们，我新发明的喷火车厉害吧？喷火车，让整个城市都烧起来吧！高迪，救救我们！发生了什么事？
有辆喷火车在到处喷火。乐嘟嘟、胖嘟嘟，你们受伤了。看来我需要支援。是高迪。贝勒湖，城市里出现一辆喷火车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螺旋洒水车，呼噜噜。飞天救护车，安琪。装甲消防车，高迪。超级汽车出动。洒水车保护你，温度太高，我来降降温。大火大火别想靠近，哦，现在安全了。啦啦啦啦，救护车帮助你，是谁受伤？是时候消灭喷火车了。哇呜哇呜，避开大火，扶后退，向前冲，走狗。哗啦啦啦，挡住大火，勇往直前消灭它。交给我吧，瞄准目标，砰砰砰砰，加速喷出水炮弹，击中了。我的喷火车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别担心，我会把你修好的。可恶的超级汽车，你们给我等着！愤怒的蜜蜂。甜呀！胖嘟嘟，你在干什么？麦嘟嘟、乐嘟嘟，你们来得正好，这儿有好吃的蜂蜜。哦、哇！麦嘟嘟，你快点，我要坚持不住了。再坚持一下，我马上就碰到了。成功了！好多蜜蜂！快跑！救命啊！来了，皮皮小心！啊，不好！呼叫指挥中心！安琪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贝勒虎、开心虎，
城市里飞来了许多蜜蜂，请求帮助。好的，别担心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火箭赛车，旋风。飞天救护车，安琪。巨无霸大货车，斑斑。超级汽车出动。飞呀飞呀飞，飞呀飞呀飞，是谁受伤了？看我的，别哭别乱动，我来帮助你，伤口不疼啦，不疼啦。蜜蜂又来啦，到处嗡嗡嗡，大家快跑吧。啊，救命啊。斑斑，我们合作把蜜蜂引开吧。小花香香香，蜜蜂好喜欢，快来追我吧！来呀，跑呀跑呀跑，跑呀跑呀跑，加速向前跑。左边嗡嗡嗡，右边嗡嗡嗡，蜜蜂越来越多，太多了，旋风快过来！引擎轰隆隆，大车轮转呀转，突然改变方向。来了吧，快跑啊。啊，真假洒水车。啦啦啦啦啦。嘿，葫芦爷爷，早上好呀，您又在给小花浇水了。没错，这可是我的工作。那您继续忙吧，我要去巡逻了。再见，雷克警长。葫芦爷爷什么时候跑到我的前面了？嘿，葫芦爷爷。葫芦爷爷变得好奇怪呀。怎么回事？我的泡泡洒水车太厉害了，这次看你们超级汽车怎么办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请帮我联系呼噜爷爷，让他别再喷泡泡了。开心虎，快看看怎么回事。嗯。哦，怎么有两个呼噜爷爷？你们在叫我吗？看来喷泡泡的洒水车是假的。嗯，要赶紧抓住他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螺旋洒水车呼噜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水花呀花，汽车能转圈圈，一不小心摔一跤。哎呦，别担心，我来了，泡泡都冲干净，哗啦哗啦下雨啦。救护
车飞呀飞，受伤了别害怕，哇呜哇呜我来了。谢谢你。跑跑车别想跑，开雷达照啊照，一无敌无找到了。站住，别跑！加量发射！不好，我的雷达撞坏了。没关系，我来帮忙寻找。我来清理泡泡。飞呀飞，飞呀飞，左转转右看看，跑跑车躲在大树下。嗯，怎么不见了？飞呀飞，飞呀飞，左找找右找找，跑跑车冒出小泡泡。被我发现了。洒水车哗啦啦，洒水枪会旋转，挡住所有大泡泡。太棒了。车别想跑，加速度追啊追，瞄准目标抓住你。任务完成。这次先放过你们。既然你这么喜欢喷泡泡，那就去给我们洗车吧。农田危机。猪伯伯，猪伯伯，猪伯伯，一定是收割机哈维。果然是你。那是什么？好像是会飞的汽车。啊，他们在往农田里撒什么东西？快看，那片农田枯萎了。不好，他们在破坏农田。快住手！毒气的效果真不错，我发明的飞天车果然厉害。来吧，往农田里多喷一点，让所有的农田都枯萎吧。哎呀，毒气越来越多了。别担心，我来想办法。呼叫指挥中心。阿文，是你需要帮助吗？没错，有几辆飞天车正在破坏农田，我需要支援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。请准备，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全能收割机哈维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所有的农田都被毒气包围了，我先去抢救粮食和蔬菜了。大大的齿轮转呀转，加快速度收割交给我，齿轮咯吱咯吱，长长的手臂甩呀甩，到的爱的全部都采摘，收割完毕，干得漂亮。危险的毒气飘呀飘，小心一点一点慢慢的下降，闪亮的光波照呀照，这边那边毒气消失了。好，该我出场了。向上跳呀跳，蹦得高，有我在你们别想跑，一二三四掉下来，
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农田。不客气，猪伯伯。哎呀，不好！哼，你们再也不能破坏我的农田了。博物馆风波。哇，是霸王龙的化石。我们来玩轮流扮演霸王龙的游戏吧。好呀好呀。可怕的霸王龙要来抓你们啦。我们好害怕呀，快跑呀。好，我来啦。哎呦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哎，在博物馆里不要追逐打闹。麦多多，你不是最厉害的霸王龙吗？怎么摔倒了？哼，霸王龙生气了，我要把你抓住。霸王龙来啦！救救我。看来我需要支援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安琪，有什么事吗？我站在博物馆里，这里发生了事故，你们看。别担心，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哎呀呀，博物馆里乱糟糟，走走。哎呀呀，恐龙化石不见了，全碎了。哎呀呀，所有雕像都倒下。哎呀呀，我们快点行动吧。嘿呦嘿，伸出我的长手臂，有力气。嘿呦嘿，大大石块吊起来。嘿呦嘿，恐龙化石找一找。嘿呦嘿，一块一块搭建好。完成了。哇哦，霸王龙又出现了，可是雕像怎么办？看我的魔术表演吧。变呀变，大大滚筒转呀转，转呀转，变呀变，七彩水泥变出来，好漂亮。变呀变，小小裂缝修不好，变呀变，变回原来的模样。哇，好神奇。我来啦，张开翅膀飞，受伤疼痛别害怕，别害怕，我来了，发射光火治疗你。我来了，统统全都消失吧。耶，太棒啦。现在让我们一起帮忙把博物馆变回原来的样子。
匙放在哪？呼啦啦，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中间。呼啦啦，呼啦啦，雕像雕像放在哪？呼啦啦，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旁边。呼啦啦，呼啦啦，超级汽车有办法。呼啦啦，呼啦啦，一起一起回。